嗱，咁佢俾咗 function 我哋啦，然后就话 x 加2咧就系 factor of gx，跟住问我哋 g2 系几多？好啦，如果 x 加2系 factor of gx 嘅，咁即系话 g 负2啦，就会等于零。咁咧，所以咧就 a 乘负2嘅3次啦，加 4a 乘以负2嘅2次，减24就会等于零。所以咧就负 8a 加 16a 减24等于零。咁所以咧。8a 减24系零嘅，唔知点用，阵间先谂。好，G2 等于咩？a 2三次加 4a 乘2嘅2次减24，即系8个 a 加16个 a 减24。好，最终答案系冇晒啲 a 24a 减24，最终要冇晒啲 a，即系我哋要谂办法冇咗个 a 啦。好，咁我哋从呢度睇翻。8a 就会等于24，咁所以咧24嘅 a 咧即系3乘8个 a 啦，即系3乘24减24，好啦，72减24，48，所以答案就系 D 啦。